就是这个地方可以思考一下，所以这个可以把它 delete 掉了，好，然后把这些资料帮我把它搬过来。那甚至的话呢，这边还有部门，是不是还可以再增加一个栏位名称叫部门？然后可以，诶，它是哪个部门？好，所以这边也许啊，最后你们可以试试看，这边再插入一个叫做部门。那当然不是叫你土法炼钢哦，是说，诶，可不可以有什么方法哦，可以哈、哦，快速的把这件事情完成。诶，那不过哈、哦，想想看哦，最后其实最快的方法，当然哦，还是写一个 VBA 程式。就可以啪一下子全部完成，当然是最好的啊。这部分也许各位可以想想看。那除了说可以把单个栏位，像这个是一整栏，这一栏，啊这一栏怎么样？把它拆成4栏或5栏。那当然你也可以怎么样？拆完资料之后还可以再把它合并回来，反正可以分也可以合哦。OK，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，回去可以再想想看这一题该如何解。啊，还有，里面其实我主要是哈、哦，有用 V 函数的跟不是用 V 函，像还有类似像326了哈、哦，326这一题也是一样，也其实基本上哈、哦、没有办法用那个这个 V 函数查，比如说我今天的需求是班级，假设是3班的，帮我把3班的资料帮我搬过来。有没有？哎，那当然啊、哦，不是说叫你土法炼钢哦，眼睛看到哎，3班在这里，哎，3班就把这几个放到这边来。那如果今天改成1班呢？哎，那我如果需求是，它可以自动帮我把找到的资料哦，直接帮我把它 call 过来了。其实有点类似像什么，就是 copy 过来哦。当然呢，如果你今天是用那个函数的来做，哇，那真的即便可以的哈，也会是相当复杂的事情。因为其实哈，如果你今天要在Excel 的公式里面执行类似像 VBA 的回圈的话，其实是有办法做到的。那就是所谓的执行阵列，就 Ctrl Shift 加 Enter，它可以在外面包一个大刮胡，好，有点像一个阵列。但问题哦，哇，那个方法非常的容易做错，而且很复杂，有点像是哦，回圈已经够难写了，你还把它包在同一行里面，而且写错了哦，他还不知道，他没办法告诉你说哪里出错，哦，所以哦，这个部分这3题啦，也许请各位回去哦，先试着想想看，那下一次上课的话，我们就针对这几题哦来做说明，哦，OK。然后看看各位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了哈。如果类似的问题，假设你比如说可以想要提出来，那当然你也可以事前也许让可以把那个问题提出来，也许我们就可以再来讨论。OK 哈，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啊，不然的话今天的话我们就先讲到这里。那一样我会把影片哦把它转档上传，那请各位回去哦。再针对今天讲的部分比较不熟悉，好，的点哦，再去做一些复习。那建议是还是要重做一下啦，最好是可以自己动手写一点程式。那如果程度好一点的同学哦，有时间也许把我今天最后讲这3题哦，也许再试着做做看。OK，好，不然的话我们今天哦就先讲到这里哈。OK。OK，那今天就先到这里哦。好，那各位晚安哦，我们就下课哦。